妈妈，对，爸爸走了，爸爸走了之后，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一个人住，嗯，那我就把他接来我身边，所以一定要有人陪他，对，那我很感谢我的先生，他其实很包容，他是第一时间说，那把妈妈接上来跟我们一起住，他主动提出，对，所以这一点我很感念他。这一点他真的是讲你问他一些比较傻的话，他会说你把我当傻子吗？对，或是下一次来，他不会问他是谁，我说哎，妈妈这是来修理家里的什么什么的，好换瓦斯的什么，他说你现在当我是傻子吗？他是大陆啊，对他又是清醒的，所以就是每天都要跟他捉迷藏，到底他现在是好的还是不好的。瘦多没有，我没有秤砣，没有秤砣，我其实没有刻意减肥的、啊，没有了，就是我真的，只是想要当演员啊。对，他刚说他想回来演戏，制作人都要服务演员，真的，要顾及他们的情绪，顾及他们的一些那个对剧本，哎，你瘦高了，你要不要坐一下？然后呢，然后你要气瘦了，又气瘦的，这样没办法举，坐下。戏谁让你气瘦吗？气瘦了，应该不会是我了。我要先离开吧，我需要先离开吧。不会是我们，不会是我们。没有，我后来很长，有几个月，三个月时间，吃素，真的尽量不吃米饭。他就是锅边素啦，他也不是真的吃素，他就是素食店买那个菜，然后晚上就吃鱼这样子，尽量不要吃米饭。这样掉了几公斤？我没有秤哎、欸，我没有秤，因为我没有刻意减肥啊，所以也不晓得到底。我原来是100哦，原来是76、77公斤嘛。那要把身高讲出来。对啊，其实通常我会把身高提出来。对对对，180公分嘛，180公分，77，但是还是但现在应该有70，现在应该少说有4公斤，应该有，就看这个肚子就知道。肚子小很多，那就可以出来演了。我今天演《爱的荣耀》。对啊，比男主角帅多了。《爱的荣耀》真的，他们的 level 比较高，怕破坏别人，破坏别人的那个 level。对啊，你刚说现在缺工很严重。我刚刚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凤凰那个副女说：“你怎么瘦了？”我说：“赶快讲，缺不缺演员？我要跟别人签了。”没有，他是想缺小生吗？他们说不行了，我说中生也可以啊。那老生有吧？哎，老生对啊。我感觉到缺工这样，就是缺演啦，缺啊，真的很缺，你不觉得吗？现在那你们都下来了啦，来当演员了啦，缺编剧，缺演员。尤其是你看，最近这几年老演员，像你们这样老演员，好像还稍微有点受用嘛，对不对？龙少华啊，那个叫什么尤安顺啊，什么这一类，对不对？对，资深演员其实十几年前，烈哥也是啊，对，十几年前老演员还只是趁着，现在对，所以我有点后悔。服务演员干演员也不是演员啦，演员真的才轻松啊！你看现在才体会到这个态度，演员不必担收视的压力，对，然后把戏演好就好了，其他的杂事对都不用烦恼。长官怪也是怪制作单位，真的。